去打雅思，去打哪里？对，切在哪里？我可以啊，我可以啊，万G就可以，我，等一下，欸，我有一只鹿，你要干嘛？石化了，绿灯，红灯的时候停啊。把他灯打坏就对了。哎，有人来了，他们闹人来了，我先往后。来了，他来了。打了。哦，还丢燃烧瓶。哦，有了，青玉瓷雕。好的，欢迎收看 Once Human， 我是尼亚斯。那我们将玩 Once Human 这一款游戏哦，它是在 Steam 上面一款免费的游戏。然后等一下呢，会跟拿铁一起来玩。好了，我们顺便讲一下哦，就是它因为9月27这几天才更新这个 PVP 剧本的逆位战争嘛，它之后还会再更新一个新的剧本。所以剧本是什么？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剧本就是简单来讲是伺服器啦。就是这游戏呢，你只要玩，然后你就要找一个伺服器玩。大家应该有玩过以前一些线上游戏，就会有各种名称的伺服器嘛。啊，这个游戏也有，啊，就有很多伺服器。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伺服器在逆位战争里面的，可能第一线，那就会有一个什么 PVP 什么什么001之类的数字哦。我们在第一线第一个伺服器这样，然后到时候呢，它会更新一个新的伺服器，叫做雪国人生啊。这边有一个雪国前戏有没有？它是一个 PVE 的剧本啊，然后就是。玩家不能互打，然后呢，你就是他的，我记得他的场地是很有雪国场景色啊，然后好像有冰跟火的这个，那叫什么画面的样子哦。我可以看一下这边有海报有没有？这是一个愿望先生主题游乐园，哦，看起来像小朋友画的那种童话书的样子。那看这边有一个预约啊。现在就可以预约报名，然后到时候就会在这个伺服器，还有19天开。它这边写一个北地一个冰与火交融的世界，所以说可能会冰天雪地加岩浆火山之类的吗？我猜。然后它这边有写什么埋藏于火山底啊，这边就可以报名这样。那今天的直播呢，会玩这个 Once Human 的新的改版内容，也就是我们的逆位战争的 PVP 剧本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在里面了，然后已经选完阵营了，先会稍微给大家看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选择的阵营就是我们的浮游啊，各位观众，到时候请大家多多加入浮游。我们现在浮游目前是劣势了，他这边呢有所谓的逆位能量啦，就是我们现在只有490，然后。敌方那边有770哦，逆位能量呢，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收集逆位异常物，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一个小盒子里，就是这种小盒子里，然后就会产生逆位能量，然后到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累积这个分数，然后等到最后一阶段的时候呢，看谁的分数最高，谁就赢了。哦，讲到氪金，对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衣服，我没有花钱哦，这衣服是没有花钱的，刚好里面有一些特殊的游戏必换的。然后这个游戏氪金呢，没有任何的枪支加成，就是什么，比如说有些游戏会有 pay to win 嘛，就是所谓的你花钱就会变强，这个游戏没有啦。这个游戏的氪金基本上就是都是一些外观类型的东西，像最近9月27号才刚更新的新转蛋的外观商品哦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。那这个里面呢，哎，我看一下怎么看了啊，这边。你看啊，它这边有一台跑车，它里面有载具哦，摩托车、汽车之类的，然后它有个跑车造型也可以抽，然后它是没有任何加成，你看它没有写说什么车速变快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些衣服啦，哇，还有音乐，这些衣服也蛮好看的，有没有？它都没有加成，然后背包也可以换啦，因为它一定会背一个背包去抓那个异常物哦。然后这个哇，好像是一些装饰品跟枪的造型涂装，有没有？都没有任何的加成，非常的不错。然后这边还有，还有小吊饰，有没有？这是新的东西。而这游戏我觉得蛮适合跟朋友一起玩的啦，就是这次跟拿铁一起玩也是要体验一下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抢那个逆位异常物啊，异常物就是有点像是这种小小的东西，好，然后你可以把它召唤出来，就是像这样，把它放出来，有没有？这是一个武士，它也是一个异常物，然后这异常物就是你放出去，它就会去帮你打人，就有点像宠物的概念啊。
他去帮你打怪啊，打那个敌对的敌人这样。因为我们这个伺服器是 PVP， 所以是可以跟玩家互打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召唤异常物去帮我们打人这样，叫他们在前面帮忙。今天的任务跟雅思的任务呢，就是要先来打这个收容设施西格玛跟或者是收容设施暗域，你觉得打哪一个？先西格玛吧，比较低等级的，啊、我先试试。没有都是十五，两个都是十五啊，是啊，两个都是两个都是十五。好，可是我跟你讲，那个暗域离我们比较近，帮我去打暗域好了。我看一下暗域在哪里啊？对啊，暗域在。点位很小。哦，好啊，可以啊。下角，你先骑过去啊。可是我要跟你讲，等下怎么用？没关系，我就在门口等你啊。太刺激了！我到门口了，我到门口了。空间。好，那一他一直叫我回去，回去。还在耳边传来声音，地球很危险啊！我有我有有有，前往副本，进入副本，就位 okay, 可以就位。好来啊，你有打过我没打过？直接连机车船过去了。哎、欸，完了，你直接打是不是？我忘记讲一件事，要先布置。惨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跟我想象不一样啊？进来啊？这个吗？不知道啊，西格玛、欸不是那个暗域不是吗？哦，暗域我没打过哎、欸。哦，我也没打过暗域哎。欸好、哦，没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武器扫描。拿什么冲锋枪啊？没事啦。哎，对了，到时候要出手机版了，各位观众。如果电脑配置不够，可以玩手机。我到时候应该会用手机啊，我电脑快烂掉了。哎，手机很方便、欸，像我之后就可以坐车子都可以一边挖矿了，挖矿超好玩的，超爱挖矿的。哦哟，你也换狙击枪啊？不是要玩冲锋吗？哎呦，很像丧尸的来了！这游戏的怪物，哇塞，你看，这怎么跟亚瑟穿一样？屁啦，哪有跟我穿一样？他裤子跟你一样垮裤哦。哇，哎、欸，来一堆，来一堆，来一堆，派我们的小弟过去吧。好，哎、欸，不能去啊，这边不能召唤异常物哎、欸。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哇，过来过来，砍他，砍他，快砍他！等一下，我要拿他，等一下，我的，哇，哎、欸，王德发。王德发，哇，雅斯被包围了，知道了，我来救他了，保护雅斯娜公主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没事了。虎头流，我想要做武士。哎、欸，有一只跑出来了，裁决者，不止一只吧，很多。哎呦呦，他在干嘛的？太想抢。就是这一只啊，就是这一只啊，对啊。去打雅斯，去打雅斯。对啊，去打哪里？去打哪里？快点去打哪里？对对对对对，去追哪里？去追哪里？哎呀！去追哪里？去追哪里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异变体、欸，哦，他是看起来好像什么？他是卡住了、啊，不知道，他可能肚子痛。好、哦，他跟我一样肠胃炎。哎哎哎！哇、欸欸，他玻璃耶、欸！哦，走位耶、欸！对啊。好 ，nice。是是是，对，有东西捡啊！哎，有东西捡。哦 ，V 3全线卡，为什么我不能走？哇，我先回去好了，好可怕！什么？我不能走、欸？哎。我可以啊！哎、欸，我可以啊，万 G 就可以。哇哦，哇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有一只鹿，有一只鹿，你要干嘛？哎、欸，石化了！哦哦哦哦！绿灯，红灯，红灯的时候停啊！真的、哦？哎呦哎呦！这是那个吗？鱿鱼游戏吗？鱿鱼游戏第三季，第三季，第二季啦，还没。没没，第二季都还没PO，我们在拍第三季了，我们拍第三季了。这就是第三季的内容啊，各位。Once Human 游戏。Once Human 游戏。哎、欸，红灯不能动是不是？动会怎样？会石化。好、哦，会石化。不过还可以打怪啊。对啊，还可以打怪。我跟你讲，我还可以传回去啊。屁啦，外挂。超好笑。超好笑。你在哪里啊 ？Boss 在哪里啊？在我这啊。哦，我看到。随时可以绕跑。哇、哦，这跑好快，这跑好快！哎、欸，我被……哇，这 boss 看一下，很神奇。哎、欸，我被冻了，石化了，我被石化了，免疫耶，免疫中。旁边有东西要打坏、欸，哪里啊？哎、欸，我不能动、欸，哎，完全不能动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动，我可以动。绿灯塔，绿灯塔打，绿灯塔打。免疫，哦，打灯，对，打那个灯，绿灯，红灯不能打。他灯坏了，爆一颗！我卡四角。
把他灯打坏就对了。黄灯哎、欸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挡不痛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灯，最后一个灯，最后一个灯，五等奖。哎、欸，可恶！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！臭小怪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哦呦，我太没实话，我没实话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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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我救你，我救你，救你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现在被石化了，受不了！哎！为什么我倒了？我被小怪打倒了！完了！那最后一盏灯了，最后一盏灯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死了！观战，观战！哇！我死定了！看哪铁锈，看哪铁锈！哎呦呦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最后一棒，哦、oh, ，nice！ 挑战成功！啊，我复我复活了，我复活了，我复活了！哎呦！哇！感动感动，好累呀、啊！吃了超多强心针的，所以这游戏强心针很重要，可以自己做了。哎，那我们现在过了吗？过了吧，应该有箱子可以拿。我觉得不会难打，主要就是你没有站起来。我没有站起來，在楼上，在楼上，在楼上。哦，传送点。哦哦哦哦，没有，奖励奖励。哦，看不到冰雨，冷冷的冰雨，控制拿到冰雨了，全额奖励。好、啊，他会送冰雨啊、哦。我知道你有没有开到、欸、我开到冰雨。他，你有开到冰雨吗？给我一把铁锹，三等的，三阶的，表示没拿到。但我看一下，铁锹有没有稍微比较高？哎、铁锹比我手上这把还要高哎、欸。那先拿这把。真的，我是拿斧头啊，我是拿斧头。我们去找那个、啊、红色的，刚好忘了是吗？刚好有红色的在汇水营地很近的位置，超级近啊。哎、欸，是这里吗？哎、欸，又是那个洞哎、欸，又是那个洞、哦、洞里面、欸。好好好，走走走。那个洞很熟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里面有一个人，来来来，小心小心，敌人敌人敌人，你小心点，我、哦、马上就打哦，哎、欸、哦元素小人啊、哦，白痴，吓死，我以为是那个、欸、元素小人是怎样，我以为是逆位异常物啊，对啊，有人来喽，好像有人来喽，我在骑车，400多公尺，300多公尺，里面有人是不是？老地方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要抢另外一个异变。倒了倒了倒了，因为异常物了。哎呦，后面偷打我！来喽，东京甩尾哦，打倒一个。Once Human 甩尾哦，来喽，要准备喽。来了来了来了了，我冲！冲进去了，亚斯！哎，我怎么撞到谁的摩托车？我进去了，我进去了，我进去了，有一个人。呜呼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打我！你可以吗？我进去了，我进去了，我进去了，我进去了。我我在某个洞里了。拿材料，拿材料，打架打架，人多好办事啊！没什么，有人来了，啊，他进来了，打了，碎，哦吼，哎、欸，有人来了，他们闹人来了，我先往后，来了，他来了，打了。哦，还丢燃烧瓶，我被传回到敌人旁边去了。哎、欸，下面有一个派对事件，鱼巢，真假的？鱼巢涌动。哎、欸，好啊，我去看看。钓鱼。看到兔子在跑步。要按满哦。捕鱼。哦，有了，青玉瓷雕，青玉，那什么？不知道，蓝色的鱼，不是鱼哦，哦是鱼哦，哦，对啊，蓝色的鱼，对，浮游阵营需要你们了，对啊，真的很需要你们。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，没错，下载连结留在聊天区置顶，还有内文里面都有，也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个直播见喽。最后还有就是记得手机版快出了，记得也可以去预约哦，如果你没有电脑的，对，对，没有错，记得。下载 Once Human 其实世界，我们游戏见喽，拜拜。